慢走。我是公司新聘的专职司机。陪我睡，我给你钱。不陪我睡，我扣你奖金，让你滚。拿什么？扣钱？那可不行，我还要钱凑彩礼。我爸，你找的这穷小子，眼睛瞎的是？你不知道他爸没钱治病了吗？你还跟着他？伯父，我会对青年好的，求你把青年嫁给我吧。嫁给你也行，没有20万的彩礼免谈。爸，那走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就是个小司机啊。我男人出轨了，我要绿了他。那嫁？不是，我不是穿帮来的。不想陪我睡也可以，那我们做个交易吧。只要你按我说的走，这20万就是你。我要你去勾引那个小三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男人不都是喜新厌旧的吗？你百点便宜都不占。是别人，不是我。你。喂，倩倩，我刚赚了一笔钱，爸的治疗费有着落了。真不错。哎，倩倩，你怎么了？没，刚伸了个懒腰，有点酸。啊，我老板叫我了，咱们晚上聊吧。哦。你。嗯。我好久没那个。哎呀，我太累了。是我，谁给你打电话？孟瑶，孟瑶是谁啊？就我跟你说过那个女老板，可凶了，不知道打了多少。孟总，什么事儿？明天8点来我别墅一趟。哼。果然这人还是要靠衣装的啊！这衣服啊，可都是风。没想到你穿上还挺好看，比他穿上像样多了，衬得你这身材也更好了。孟总过奖了。哎，看得我都心动了。你就真的不考虑第二个赚钱的路子吗？孟总，这衣服，这衣服可都是名牌啊。让你去勾搭那个狐狸精，说你是司机肯定是不行。拿着，这是你的名片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长子，在自己开的贸易公司做副总。我们该行动了。比照片上还要漂亮，这样的女人怎么会？小妞儿，不累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干，带你去玩玩呀！玩玩呀！不好！怎样？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哎，差不多得了。什么他妈的差不多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子。不想死的赶紧给老子滚，别坏了老子好事儿啊。这女的找的人怎么不配合我、啊、我只好假戏真做了。别他妈狗拿耗子。哎，你干嘛回来啊？你给老子等着。谢谢你啊，我叫蓝薇薇。张天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先过去了。有空请蓝小姐吃饭。是我该请张先生吃饭才是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找的什么人？今天差点出人命、啊。做戏就要做全套，这样才显得真实。我真受伤了，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！行了。别想想了，我还没说你呢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跟那贱人都没有进一步发展，你就这么跑回来了？蓝微微不是那么容易上钩的女人，慢慢计划。
行，今天算你表现不错，准备之后把那个贱人一举拿下。嗯。昨跑业务跑了一天，腿都累酸了。今天上班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见你跑了一天了，要不今晚就奖励你一下吧。你想什么呀？今晚就奖励你一下吧。你想什么呀？天宇，我今天去医院了，伯父的医药费。啊，我这是用邮局奖金支付了。太好了，你不是也想去那家空中餐厅吗？一起去吧。真的吗？嗯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先把钱存起来。毕竟我想存这个家给你。你放心，我努力赚钱，等我攒够了钱，一定尽快去你过门。嗯。别喝了，你看把自己喝成什么样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你老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了？告诉你，冯天杰那个王八蛋一定要报复他。哎，别这样，你喝醉了。来，喝点水吧，胃舒服点。哎，为那样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我也知道不值得。走了，冯天杰回来了，你赶紧走。对，快藏起来。别急，听我的，把车钥匙给我。啊，孟总，舌头已经修好了，还有车库里车也挺好。这车钥匙。